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视频向朋友们介绍一款超级神奇浏览器，它不单能够浏览国内外新闻资讯、军事、体育、娱乐、科技等内容，而且有一个更强大的功能，能够破解爱奇艺、腾讯、优酷、搜狐等各大主流视频网站的 VIP 权限。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款浏览器。咱们演示的这款浏览器目前是在安卓手机上使用的，现在我把手机屏幕投放到了电脑屏幕上。关于如何实现手机屏幕到电脑屏幕的投屏以及如何反向控制，在我前面的视频中有过讲解，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前面的视频中去观看一下。关于这款浏览器的 APP 文件获取方式，我会把它放在视频说明里面。现在咱们就打开这款浏览器，这款浏览器的名称叫西米浏览器。好，打开以后咱们看一下，下面这些内容是它的文字内容，咱们随便打开一个看一下。咱们点开娱乐，好，好，现在速度也相当快。再回到中间，关于这些内容呢，我就不再过多的演示，咱们重点的来测试一下上面这一部分的功能。这边有爱奇艺、腾讯、优酷、乐视等等等等各大主流的视频网站。下面咱们就来测试一下，看看他们的 VIP 权限是不是得到了破解。打开爱奇艺，咱们点开电影这个选项，下面有标注的 VIP， 咱们就点击 VIP 视频，点击第一个，点击以后咱们不需要管它这些提示，咱们只需要等待加载成功就可以。好，现在它下边有一个提示，打开爱奇艺提升三倍流畅度，咱们这些都不需要管它，咱们只需要点击这个播放按钮。好，点击以后立即就开始播放。咱们快进一下看看后特动，18分钟。暂停，现在回到主页面，咱们再测试一下腾讯。好，咱们点击 VIP， 点击第一个视频，它的提示我们都不需要管，咱们只需要等待它加载就可以。好，速度是特别快。好，咱们点击播放按钮。好，同样咱们还是快进一下，17分钟。好，看是能够观看了。好的，咱们回到首页，像乐视、搜狐、芒果等等的，咱们就不再一一的演示了。既然这款浏览器它有这个功能，它就一定能实现 VIP 的权限。我相信这一款浏览器能为平时喜欢看视频的朋友们呢带来很大的方便。在以后我如果发现了像这款浏览器这样类似的资源以后呢，我会及时的分享给朋友们，请朋友们关注我的频道。本期视频到此结束，谢谢观看，再见。